3月15日咧，喺橫濱開咗一間新嘅體驗型商場，叫做 Asobi。佢喺橫濱站嘅東口行，只需要2分鐘就到啦。咁到底有啲咩咧？快啲跟我一齊睇下啦！呢度嘅一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食店，可以玩完之後你就食個飯。 系北海道牛奶雪糕啊！好多便便啊！佢呢度有9間房間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喺 room number 1，佢嘅脱出率系100%， 然之后佢目标时间系4分50秒，我哋一齐试下到底呢个时间出唔出到去先。 我多，我多。